我是小雨，今年六岁。我住在宜兰，我很喜欢我们的小村子。我喜欢画画，有时候会画在自己的脸上。不知道，姐姐说她不要弄我一遍。没有啊，我画女色。有哎有哎。他们现在看恐怖版的。恐怖版不会啊。我现在在画鞋，猜猜看是什么那么恐怖？这个是顶着爪这样，这样子，哦，然后手，手这样，哈哈，是恐怖僵尸，这样子啊，哦哦，上半身要连在一起，哎，有像哎，有像哎，好恐怖啊，你晚上不要这样走。我们家墙上有很多洞哦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去捡吧。现在给它们。这是你觉得是猫跟太阳吗？好可爱。不是啊，那是狗呢。你没看到它耳朵吗？哎，你什么时候画蝴蝶的？刚刚画。但是你可以在旁边画一些东西啊。你鼻子味道好臭哦，你说。那种。真的臭。有猫咪、熊、兔子。还有鱼，咕咕咕人，然后这个是兔，这是猫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家墙壁就像一个小小动物园。然后把人变。房间里有更多的动物哦。其实我也画过我们家的宠物哦。家的宠物，阿狐不鳖平平，阿狐鱼。姐姐帮我。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动物。我们家有一只灰色的猫叫阿平，它很爱玩躲猫猫。平平，阿平，我平平啊！我去摸它尾巴。好热哦，热哦！哎，来，快点，你们叫是我是我，乖。好，我们去吃肉。来了，停了。走，让人家拍照，好不好？人家拍照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，真的。当然要，他被吓到，他被吓到了啦。哦，怎么变成狗了？阿平被吓到。阿平说，来，我去找他。阿平说，我还有另外一只黑色条纹的猫叫阿狐，我也很喜欢它，可是阿狐现在不在家里。
妈妈说今天忙完就要带我们去找阿虎。Hello。弟弟的稻田要收割了，是在阿湖前，我们要先跟姐姐的同学一起割稻子。这个弯弯的是镰刀，镰刀很硬，要很小心。然后请大家注意，他的左手握住水稻。姐姐很会割稻子，右手割下面，她来当弟弟的小助手。有没有看到旁边的大人都可以帮忙？哦。大家都来割稻，我也来帮忙。你看，我也很不错吧？稻子行里面找的东西不太一样，这是有一只蜘蛛跳出来，你看。快点割！快点几秒？离我的十秒之前要割完。三分，好感动，感动。好。一群白鹭鸶也在田里凑热闹。割完稻子，我们可以去玩水了。泥巴和水加在一起变得滑滑的。一盆超好，应该够了吧？来画在脸上看看。好，换另一边。星星，这个不是石头。有圆筒，真好玩。爱心，很难画呀，我以前就画一个圆就好了。还有爱心，我觉得爱心要画彩虹，还有彩虹。水好凉，好舒服。这个衣服是青蛙装，穿上青蛙装，我妈去粘我贴。还可以。哦，这件好脏啊！这件好短哦。这件好穿搭。没有吗？你长大了。爸爸跟妈妈在田里采莲藕。莲藕长在泥巴里，我和姐姐来洗莲藕。等一下再洗吧，啊，水洗完给姐姐再拿过去。我拿牙刷，不是刷牙哦，是刷脸哦。怎么有脏？妈妈来着，妈妈，那你可以先去了。
工作做完了，终于可以去找阿胡了。阿胡住在这棵树下，树的名字就叫阿胡树。来来，看我帮你做的花束。阿胡去年过世了，我们想他的时候就会带花来这里找他。好，我就走。今天我和姐姐要表演本地歌给阿胡听，希望阿胡会喜欢。今天阿牛和花虾已经没过年啊。拜拜，你要拜拜啊！拜拜，你要拜阿虎啊！对呀、啊。还有什么工作？我知道。哦，那知道了。那品类是这样的。我喜欢画画，有时候会画在自己的脸上。我现在在画鞋，好像哎。别走，别走。